白莲花，加努力，真无知，你们说对了一半。我坚持着保持无知，因为这是我了解世界的方法，战胜自己的武器。归零重启的旅程，放下一切，除了音乐与未知。启程前，我以为自己已经得到了人生的99%，这段旅程是为了寻找那缺憾的1%。而在寻找1%的旅程中，才明白，原来曾经我认为的99%，连整个世界的1%都不到。Reno 一直在路上。